2010年庚寅年建筑欧冶子供祭仪式现在开始。市委书记赵杰林先生点燃圣火，电器聪明枪，圣火耀万年，电器聪明枪，圣火耀万年，电器聪明枪，圣火耀万年。一般呢，小赵，啊，向建筑欧冶子敬献贡品。敬献花篮，请纪伯林先生代表中共龙泉市委敬献花篮。2010年11月，岁在庚寅，闰冬之月，龙泉市常务副市长包兴华，仅代表28万龙泉人民，携各地嘉宾，进具香花生礼，真果清浊，奉祭于欧冶子将军庙前，曰。天时地气，
美才巧工，四者俱备，宝剑出锋。巧工之徒为欧冶子，上得天灵，下及人志，铸为五剑，大型小型，龙泉宝剑远播方兴，星火沉船扬烈钟舞，值此良辰功绩。肃静！面向欧冶子祖师像，欧冶圣祖创伟业，一鞠躬。罗虎熊熊耀万年，二鞠躬。继往开来普新天，三鞠躬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2010年庚寅年建筑欧冶子功绩仪式完毕，主祭、副主祭等人叩首退场。